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这两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干，然后把这院子收拾收拾，把这搁着收拾收拾。原本这些东西都是我儿子的，为什么都说都是儿子呢？这东西把这纸壳收拾完了之后，应该是原本是我儿子骑小车去卖钱的。结果这小子这两天这不又上不了课，上网课吗？然后今天没有课。出去玩去了。我看我要是不把这块收拾出来，等过段我走了，这活还是给我媳妇留着。这是空气能那个大箱子，把它拆了。然后放下来也规整一些，把这纸壳全让我收拾起来了，放到那儿了。这就等着哪天我儿子直接推小车去卖了。然后车里边正在收拾，我把冰箱准备放到这儿了，冰箱放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后边这边就腾出一个空间来，到时候我把行李可以放到这个位置，这样车里会瞅着更整洁一些。现在别看这个啊，因为这个之前我在户外直播的时候拉了很多东西，放在车里边有点脏。但是我那个行李背是没放到车上的，那个只是一些垫子。这个垫子然后我要重新收拾，有很多东西要不带的，然后都要拿下去。冰箱弄出来了，这两天把这个车里边都收拾好，然后随时这边松动了，我直接就可以走。再把这边再弄一弄，上面箱里边也收拾一下。还有个问题就是，朋友们，你说这个炉子咱们出门还带不带着？另外有一个跟大伙儿普及一下，如果你们有想买这个炉子的啊，建议你啊，我建议啊，不要买这个不锈钢的，还贵。然后就买那个铁的就行，冷轧板的就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锈钢的一旦被火烧过之后，它变了颜色之后也不防锈了，一下雨，这昨天下雨水崩上了，它也会生锈。所以说大家伙尽量要买的话就买铁的吧，铁的就可以了。它也烧完也是一样生锈，而且也是这个颜色，功能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建议你们买铁的，便宜好多钱。买不锈钢的也就是买的时候好看，到后期用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上，现在衣服也不敢往里装，然后好多东西也不敢往里收，因为天天要直播呢。哎，在家天天都憋出屁来了。这是我之前在拉萨的时候买的减震，哎呀，给它装上吧，装我这车后减震上。我那后减震没漏油，没漏油我想把它换上，毕竟新减震肯定要比旧减震效果好点。哎，怎么感觉这减震还不如我原来那个呢？是因为没上油的事吗？啊，倒了，是倒的原因。怎么感觉还不如我原来的减震呢？打开看一下。这往回拔是非常费劲的，叫阿卡塞斯，这边胶套都现成的，倒是不用换胶套了。上我朋友那个架子上取东西是吧，他反正现在也没有活，就不知道他在没在家，那在家就能换，不在家换上吧，怎么着这也比我那个减震强，换两个新减震。刚刚我看了一下，这活还不是上架的活，如果上架子的话，一抬起来简单一卸了，后边工资就掉了，所以说这个只能支起来。这面的得卸轮胎，那面不用卸轮胎，咱就把这块用千斤顶支起来，然后把轮胎卸了，就能把减震换上了。我去拿千斤顶，
减震器就在这儿呢，把它卸了就行了，看看一样不一样吧。哎，螺丝下来了。撕下来了，好了，简直拿下来看看怎么样。实话实说啊，我新买的减震还真不如这个减震。啊，屁吃屁吃的，一点缓冲劲儿都没有，我感觉还是不换了。往回弹的劲儿慢点儿，但是往下压嗖就下去了，感觉这减震还不如原来那个。这很快，没有阻尼，你看这个，按不动。我感觉还是算了吧，要不然还是装我原来这减震吧。那边也不用卸了，这减震白买了，时间长了好像退货也退不了了。还真不错，这减震真的，这个减震的效果真的比我这个减震，比这新减震好多了啊！你瞧这个，嗖就下来了。哎，算了吧，还是不换了吧。这两个减震白买了。这个是原来那个垫儿，刚才让我朋友那块买了两个新的垫片，要不是这个地方都有点走形了，然后用这个新垫片把它夹回来，夹回来它这个间隙就小很多。得，把这旧减震还上回去。哎呀，哎，白拆了。看，这两个大垫是今天新换上的，我就没把它往变小了。如果正常应该放车窗往小一点车，但是它也不害什么事，而且。这样它那个里边那个胶套就不会变形了，也挺好的。主要是别人也看不见。好了，把轮胎上上，那边就不换了。还拆了，我寻思换个减震，结果要换这个减震还不如原车的。忙活了半天，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拆了个轱辘，做了无用功。唉，本以为那个减震要不行了，结果那个减震好得很。唉，慢慢收拾吧，明天再看看有什么要收拾的，收拾完了就可以出发了。忽然想起来，我这车传动轴的黄油没打呢，正好把这车后轮支起来，然后打个黄油，省着湿了轴以后再换。之前那个就是因为开时间长了没有注油，然后造成坏了。所以说有，如果说有这个后驱车的，尽量时间经常响着点，打黄油，特别是经常过河呀干嘛的。
这车打黄油太费劲了，把黄油打了。要不然总过水的话，传动轴里边也进水。基本上今天也就干这点破活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我估计这两天该能出发了，出发就好了。拜拜。